但是没有说清楚这个网上的资料，没有说是说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嘛？这个我还要看一看，看没关系。只有在2011年才开。哦，1997年做好，但是基本上做的做好，有一些方面的可能是一些问题还是什么，没有完全完成。开始用是2011年，2011年，这7年了，7年，那真的很新。对，然后深度我看一下。它是这样的，他说的基本深的深度是不到860，不是86米，我刚才有点说不准了，它是在以前的苏联是第三深的，第一深的是在。一升的和第二升的是在基辅，乌克兰。哦，乌克兰。对，那就是意思是说，在2011年，这个站是在俄罗斯最深的。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不是。啊、哦，对，哈哈。在俄罗斯是最深的。在东欧，还有乌克兰这边最深。